啊，亲爱的妈妈，来，我来访问你哈、啊，啊，我来访问你，你的名叫什么名？刘秀芳啊，刘秀芳啊，啊，你今年几岁？今年啊，都未记了啊，八十五了，过年了就85岁哈、啊，长命百岁啊，你的老公叫什么名？祥。你离去的老公叫什么名？我去的老生啊。老公，离去的老公叫丈夫。丈夫叫什么名？林。唔知影伊什么名？林元玲。啊，林元玲，你有几个孩子？你生了几个孩子？七个孩子。几个男，几个女？啊，男，男的几个？两个。两个，对，女孩子5个哈、哦。叫什么名？大儿子、长子叫什么名？林雕明。啊，连第二个你的叫什么名？林雕小兰。蓝，未记了。阿兰，啊。啊，刁浪。刁浪，第三。林刁浪。啊，连林刁。林刁柱。啊，连过还有一个儿子。林刁。曹。姓。姓。连下来还有3个女啊，妹妹，女儿叫什么？林刁丽。林雕珠，林雕丽，连林雕梅，林雕梅阿梅，连林雕梅上罗梅啦，无上罗梅阿来，啊林雕来，啊林雕来，啊，你最喜欢的孩子是谁？没有是一个，通通我喜欢呐，通通你生的哈，刚才你讲。是那个人生，那个人是谁？你丈夫一个人生的，啊，你的丈夫，你的老公一个人，林阳林，林阳林啊，你们是青梅竹马是吗？是、啊、是青梅竹马哦，啊，说、你很幸福啊，七个孩子哦，很幸福啊，他很疼你哦。啊，他会做家务，会煮菜烧饭，会打工，会做生意哈、哦。你想念他哈、哦？啊，想啊，他在天国很好。你喜欢吃什么？妈，你喜欢吃什么？随便吃了。你最拿手的是什么？最喜欢的是什么？你最拿手的是什么？缝衣服还是烹饪？烹饪。烹饪呢？煮东西还是做衣服？你喜欢哪一个？你喜欢哪一个？通通都喜欢呢、啊。你现在很健康哈、哦。很健康，感谢神吗？感谢神哈、哦。感谢神，感谢啊。主耶和华哈、哦。哇，今天哇去教会啊，很开心哈、哦。跟传道娘拍照。很高兴，又穿美美的衣服哈、哦。又吃啊！刚才你吃什么午餐？午餐啊，鸡蛋啊，葱。吃什么？刚才你记得你吃什么？刚才午餐？未记了啦。鸡爪、肉皮啊，猪脚。还有豆豆，啊，OK， 来跟讲一声拜拜，笑脸常开，来，讲拜拜，笑脸常开，
大家平安。嗯。来看这这边。嗯。来，那讲大家啊平安，主与你同在。好了好了好了哈。